15号，董玉才。有请165号黄海滨。谢谢，有请133号李凯。22号李旭康。谢谢，有请73号柳峰源。谢谢，有请102号莫雨具。谢谢。有请158号江阳。谢谢，有请130号蒋晨亮。谢谢，有请49号叶建邦。谢谢。
下面的比赛交由裁判长指挥。请运动员到舞台的前方，并上场。前掌双勾二头肌，请放松，侧掌胸部，请放松。背展双勾二头肌，请放松。前展腿部与腹部，请放松。你最喜欢的古典造型，请放松。请运动员退到舞台的后方，听到号码的就站在舞台的前方，进入决赛。130号、73号、133号、15号、133号、165号、94号、好，后排的运动员请退场，谢谢。130号、94号交换站位。165号、133号交换站位。130号、15号交换站位。130号。前展双勾二头肌。请放松。130号、165号交换站位。130号、165号交换站位。侧展胸部，请放松。面向裁判，130号、15号交换站位。背展双勾二头肌，请放松。前展腿部与腹部，请放松。你最喜欢的古典造型，
一分钟不定位自由教学。舞台啊，注意舞台。请裁判员做好打分准备。请裁判员为94号选手举牌打分。谢谢。请为15号选手举牌打分。谢谢。请为165号选手举牌打分。谢谢，请为133号选手举牌打分。谢谢，请为73号打分。谢谢，请为130号打分。谢谢，检录长已将分数统计完毕。下面我宣布，获得青年古典 A 组第6名的选手是165号黄海滨。获得第5名的是15号董玉才，获得第4名的是130号蒋成亮，获得季军的是133号李凯，获得亚军的是73号柳峰源，获得冠军的是94号陈建强。恭喜！让我们有请全国模特冠军特邀裁判娄雪女士为他们颁奖。3名的选手留在舞台上。祝贺，请冠军单独留念。下面将进行青年古典 B 组和 C 组的比赛。